哎，机器已经关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实际的加工效果怎么样。哎，这揉丝效果，像刚才那种碎一些的料啊，用这种全自动揉草机也可以二次加工，还可以啊，这揉丝效果已经非常细了。好，如果大家也对家用两相电的电动机，已经加工完了，大家看一下这种绿色的颗粒，这个是新鲜的黄竹草，用5吨揉草机揉丝以后晾晒了2天，基本上全干的，稍微添加了一些玉米粒压制出来的效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绿色的颗粒。这个养鸡、养鸭、养牛都可以，养羊也没问题。下边这个是刚才我们加工的玉米粒颗粒，因为温度比较高，它出来的是这种颜色。看这种揉丝的效果，刚才数了没有？4捆玉米秸秆几秒钟加工完的。这个养牛不行吗？还是养